我是 Black Garlic 的 founder Chris。 小时候我就是一个对饮食非常着重的家庭里长大，一边有位非常传统安排每餐家饭都很执着的阿妈，另一边有位食色性也的大家姐，带着一家人捐窿捐罅去找好东西吃。好像很多香港人，吃饭是一家人的共同嗜好，是幸福温暖的味道，亦是有趣的寻宝游戏。去到纽约读大学，最挂住的除了香港的人就是香港的嘢食。无奈唐人街是找不到正宗的广东菜，唯有问阿妈攞 recipes 自己试下煮。那几年一班香港的朋友鸡手鸭脚围炉取暖，另有一番屋企的风味。其实 Black Garlic 的原意很简单，就是想做到一碗好食有营养的屋企饭，等大家翻工都可以吃到一份家常的味道。我自己觉得一餐吃得满足的饭，并不需要很豪华的食材，亦不需要很复杂的烹调技巧。好像一粒黑蒜的制作过程，由一粒很平凡的蒜头，只是需要用温度和时间，可以将外貌变成竹炭色，味道浓缩，营养亦都通过发酵而升华。我们 Black Garlic 的 philosophy 亦都一样，尽量用新鲜的本地食材，坚持烹调的每个细节，同埋夹多两条有机菜俾你食。